女生最后，好害怕呀！啊啊！这里位置好恐怖啊！真的还好，没事。这个题型就已经结束了，但是再给大家看一张图，我们不飞，但是考验一下你们能不能猜出来。999 PM 平，心痒难耐，正确。哇！有啥用啊？不算分儿。心痒难耐。大家看到这张图里有999皮炎平，大家都知道39是老品牌了，一直贴心守护国民皮肤健康。而图片中呈现的是全新升级凝胶装产品，质地水润不黏腻，一抹痒痒就 out。感谢999皮炎平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让大家能无惧痒痒肆意奔跑。是的，是的，有999皮炎平，户外奔跑不会停，应对皮肤问题就找999皮炎平。接下来我们将题型转换，你们要进行的是听歌曲猜歌名。哇呀！哇塞，我最在行了，歌手歌手快。哦，没事。我举手快。哎，你也能答。我能答。一起啊，一起。是中华小曲库。稍后你们听到的歌曲都是 AI 将大家很熟悉的歌曲歌词重新谱曲生成的，你们需要仔细分辨歌词并回答出歌词的原曲是什么。就听歌词然后猜它是什么歌。 OK， 小姐给我来来来，我们肯定赢。我知道了，蓝队。这是什么歌？三三，他说的什么语？我想不起来。继续。的这感觉就像一路的方向，还有婆娑轻薄转了脸的像那些是非因果。陆杰，陆杰。稻香。错误。这边。月亮之上。错误。继续。没听过。三二一，不是这个，行，记错歌名了。继续。热爱105度的你。错误。继续。没听过，会不会原曲都没听过？我说的是对的呀，不是吗？没了，放完了，我们再给大家 repeat 啊，来，请继续。怎么那么熟啊？那个，凤凰传奇还有什么？荷塘月色吗？错误。是他们的歌吗？正确。不能告诉你。哎，是狼的诱惑吗？不是。这狼的诱惑的词儿我都知道。什么？是这个吗？是。错答。就一个，我想一下，霍哥。你可以再唱歌。自由飞翔。三二。说过了吧？错答。你说，他听的什么？对，自由飞翔。什么歌？什么歌？正确。正确。自由飞翔。啊！厉害厉害厉害！所以我猜的是对的，那我就是现在唱歌给你。我想飞，啥玩意儿？自由飞翔。是谁在唱歌？应该是这个。自由飞翔。啊！这个有 ，Come on baby， 真的有，前面真的有。这感觉就像月亮的方向，还有不是经过，真的像那些是非因果。月亮的方向，还有不是经过吗？有 baby come come，
是谁在唱歌？我又温暖了寂寞。啊，我刚才就差唱出来了。对，所以这首歌的正确答案是原曲是《自由飞翔》。多听点内地歌吧，《永久矣》。我完全帮不了忙，我无力感啊，我有无力感啊。我才叫无力，我知道这是什么歌，但就是说不出的歌名。多点看歌名吧，都上。来吧，飞吧！来吧，自由飞翔吧。